各位来宾，新力量公司今年推出了最新款对战类手游《敬畏与荣誉》。我想问一下，有一款叫《帝国》的游戏已经在唐氏集团的主页上整整投放了24小时。你的这款游戏无论从设计到游戏机制都与《帝国》相差无几。我很奇怪，你为什么要推出一款别人已经做出来的游戏呢？所以我很想知道你是有什么样的勇气能站在这儿面对我。你是怀疑我是内鬼吗？难道不是吗？祖尊游戏模板的硬盘不是一直由你保管吗？当初你来我们公司应聘啊，是谁推荐你来的？一家做游戏网络的公司，新公司正招兵买马呢。翟总，如果这件事是唐小刚干的，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的。我是想跟你确认一件事。不用确认，是我干的。你用那么卑鄙的手段不是君子所为。你凭什么你说我卑鄙？你有什么证据？这里边的东西只要你公布在网上，唐小刚所谓的优秀企业家形象就全部完了。唐小刚先生，请您跟我们走一趟，接受一下调查。从今天起呢，马毅会跟我们生活一段时间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找我爸。爸爸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忙，他叫你跟着我好吗？丁马毅，别跑啊！干嘛？丁马毅，别！我有几百张照片。每次我们出去玩的照片都在这里面，照片没了我再给你拍不就完了？还能拍得一模一样吗？明儿周末爸带你去鉴湖拍照片钓鱼好不好？这是您说的？我说的。一模一样的？一模一样。钓鱼拍照片，这不是这么说的吧？说拍一模一样的照片，是拍你们三个，不是拍我们三个。哎，我这小子在这儿埋伏我呢。哎，这孩子不懂事就不懂事，你这大妈。你支帐篷，再生堆火，烤东西。我和我爸妈拍张照，你快点啊！爸爸，我们拍照吧。好，来。拍照。好了，啊，你俩拍吧。你愿意嫁给我，做我太太吗？我愿意。医生说。一个多月的时间了，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和你把满意再过几天日子。月月生病了，旧病复发，医生说她还能再活一个月，她想让我满意陪她。这段时间你就好好照顾月月，不要来找我，也不要打电话给我。